我是大头虎哥，这家晚上的十点了，下班了，骑车到平房，再收拾一下去。走到这个鱼菜南路这儿了，骑个电动车，哈，有个十来分钟就过去了。火站这儿了。天气很冷，正好十点钟到了平房这儿了。月亮，一天凑合不见爽，就说这点俗俏。今天掉了皮也是，这是点九阳车办的，这杆儿上已经翻的拆了，拆下来的这两房房子。这高板前头靠点是 PVC， 这杆儿掉的，那不放也不来啊，就是有点泛黄了。别搁这个石膏板这儿，沾点金属贴儿，房全收拾好了。这一天这是个里外房，隔成了单间了。一天就来出租了，隔成单间了。一天这是里外房，里面拿砖墙上了。这家具的这是上一家出租的搬走了，家具一柜留着了，扛大呼呼的三米的大扛，小车就在这儿长大的。这里面拿砖墙做了，这一切没有扛，放的床，这是俺那出租的，这盖的门，盖的门上一排的扛。一不小心干到了2:46。加水饺。而走到了前经济监狱清新楼的十字路口，那是新天部，这面是十里铺绿洲新城，你看俘虏都压好了。主路还需要再压一层，路灯也都难死了。上面是头门盔些高架，这面是十里铺，路灯you
难受了。